买到430才送奢侈税，他的那种高贵性。他在国产车就叫绕筛选，在高级车他就是质感，质感。我们要看的是用车成本，而不是车价，就是比国产车还便宜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来到宏达来说车之台看版。今天很凶哎，真的，一次你看两台，我才想说买一台来玩玩看，你一次就给我买两台。第一点，电动车新时代的东西；第二点，后续的第一台这种电动跑车卖超好。我一直自己想玩，是因为我在路上看到它那个屁股啊，跟那个头灯。有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，那我要买帕拉梅诺好还是买这个好？哎、欸，真的真的，大家都拿这个来比较，而且性价比来说的话是台抗比较好，它的基础售价就便宜帕拉梅诺很多。你看我想要入手简单一点入手的话，那我一定是我也买台抗。自家兄弟自相残杀，真的。帕拉梅诺大概入手价大概都500多万嘛。对啊，新车价500多，选选也快600。像这台抗这样子，入手价300多万就有了。对啊，选选差不多在430那边。因为买这个车不太可能是买那种住最入街的，对，不可能都空车。买凯宴酷配阳春版的369，哎，拍谁？台康你可以买到多少？哎、欸，可以买到430才送奢侈税。哎、欸，430压线、欸。好，以最初版的358来说的话，你也可以选大概70万。可是你现在要去原厂选的话，你空车价就每年涨一次哦。现在空车价381万。你说这一次是涨多少？涨12万。涨第一次是涨11万，所以总共涨23万。哎、哦欸，这个跟劳力士 PP 表那个都一样哎、欸，每年固定要涨几%呢？一定要给它涨一下。工商一下哦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那个拼这种电车未来趋势，如果有10万到1000万的，1000万，我们都买，都买，好不好？有最好是不要10万的，10万就买比较少，对，那个是口头禅而已啦。如果有这种进口的，进口的，高级的，越高级越好，对，那个里程数越少越好。各位干哥、干爸、干姐、干弟弟，拜托。赶快，那有的话私信你的照片还有你的行照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跟你到府估价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先来介绍这一台一下。他们啊，像这个车主啊，基本上啊，他们的轮圈啊，这个轮圈就一定要选这个轮圈，比较好看，比较具代表性的一个轮圈。外框有在做一个特殊颜色的烤漆哦，跳色的，跳色的，像这个它就是白色。在路上看到台康基本上都是这一个圈，选下去也是因为是21寸的，也是20几万，就把你的那个基本的扣。就给用掉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说你可以选一些外面比较难改的，对，就像一些跟车啊系统上的东西比较难加装的，加装要比较贵的，像这个卡钳红色的这个也可以，对，这个也是在外面处理就好，这个原厂是要选的，原厂是要选的，也是要钱，也是什么都谈钱就对了，对，啊，再来还要选什么？我那时候刚车子刚来，我想说啊，这个电动车一定有摸门啊，你看它孔都打好了，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结果没有，没有，吓死我了！我们这一台有选 ACC， 什么都好讲，有 ACC 这个都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有保时捷，拿出钥匙，哎、欸，感觉起来就不一样哦。他还选了一个很奇花的东西，玫瑰金的。哎、欸，我这个颜色我真的漂亮，喜欢。哎、欸，这是超贵的，这是34000。出风口啊，中间自卑架跟4个门板。欸、我觉得这个玫瑰金的好看、欸、这跟选手机一样，对，当初选银色的跟选玫瑰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那个银色的就像 stainless 一样，对，感觉不出来它的那种高贵性。玻璃顶，哎、欸、这個、玻璃顶它就10万、欸、买这个车真的一定要选玻璃顶哦，这个家人啊亲啊载着你看，哎、欸、超漂亮，躺在旁边看这个星空真的是，对、哦、晚上出去看星星啊，超贵的，超享受的，把妹神器。像我比较实际的，我就看这一片玻璃如果破掉一点，这完全不是情商该有的样子。哎、欸，还有音响、欸、最重要的，音响不贵啦，就86000而已、啊，不贵不贵、欸。如果以家用音响来讲，86000这算小个坏话哎。对，如果以车子来讲算行情了。后座的话、啊，像它这个就是正常来坐姿大概是这样，正常坐一下。在、OK、我还有一个拳头，我觉得后面坐大人是。有一点勉强，对。可是做小孩子，我觉得这很适合，这适合科技新贵，小孩子还小。这个有选吗？这个就没有2+1了。这个跟你啊，帕梅拉一样意思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反而是坐会坐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大概大样的就是还有 ACC， 还有360度环境，跑车计时套件，基本上啊，大家买台康都会选。这边是71000。
还有我觉得气压避震啊，基本上泰康我觉得都必须要选。哎，泰康的这个四个玻璃窗，无窗框的，很漂亮。像后箱啊，因为它这个做的比较流线，没有到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弥补缺点，就是它因为没有引擎，所以前面还有一个置物箱。哎，你看它深度也够，而且你看你刚才这样这个按一下就可以马上，它也要做这么慢就对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啊？为什么？它省电池。而且你看它这个尾灯，这个贯穿式的啊，新的家族性，它这个就是贯穿式，我觉得非常漂亮啊。它有那个这个他们电动的，有没有？电动式的，它是这样子开启。这么凶哦？对，这样关闭。这要钱吗？要钱啊！哈，这要30000多块嘞。三万多块，你花会怎样？就用手用压的，没错。它的 ACC 在哪里？这边这个。它有一个龙珠，这都是一个龙珠。前后雷达，对，这是雷达。这个是，这是它有这枪送的，不是连长送的，是三个车主送的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再来，万众瞩目的哦，这个，说实在，我第一眼就被这个颜色给吸引。这很漂亮哎，这个是外面人家在说的那个什么 baby blue， 那个银河蓝，对不对？白色就是普遍，就是路上看起来就是新潮的。这个车如果黑色，我反而觉得太低调。它那个线条，我觉得跑不太出来。这里如果黑色的，那个没有那个跳的感觉，完全都看不出来的。那这个车买白色是标准安全色，它是要资产的，就要来这一台了。这个超漂亮，这个颜色69700，真的超便宜的。这个跟你说哦，说我回去啊，我买了贴膜就好。不一样的感觉啦，真的原厂原装颜色，那又不一样啊，很漂亮，真的。贴膜要多少钱？贴膜，你说贴一台也要7-8万块。对啊，你烤漆也是7-8万啊，那我就烤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，不会为了压线而去跑去贴膜，我就直接选起来。两台车的那个方向完全是不一样，那一台就是比较务实。跑格务实，对，实用性。这一台是提花的，真的。我觉得这组铝圈我也很喜欢，这也是外改，好，也是外改，对，它这个它也是20，刚刚那个也是20，我比较喜欢这个造型，这个就是有改装过的铝圈，对，可是它的卡钳我觉得要再烤一下，再出去给大家烤一下，这个如果烤红色我觉得也好，好看哦，对，这个，有了，还有，以后买车的就是要以后这个感觉，有没有？有这个。他就是要礼花，69000直接给他开了。你讲的我一直礼花，这买很贵吧？这个 T 豆大概多少钱？69000。哦，这个内装质感，它在国产车就叫绕筛选，在高级车它就是质感。质感，像特斯拉也喜欢用白色，电车都很喜欢用这个叫奶油色。对，这内装不用钱，不用钱，这还不用钱。部分这边质感还不错。它这个啊，一样有选音响，然后它有选那个气氛灯，上一台就没有选。这个内装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不会像有黑色全黑那种压迫感。没错，这个感觉起来，而且它有那种气氛灯的那种哈点缀啊。气氛灯多少钱？65000。2万6000，65000是那个，你不要灌水啦！到底是怎样？很夸张哎！65000是副驾的那个哦，屏幕。对，你看，还是我喜欢它这个方向盘，我不喜欢握那种很粗的。它是比较有没有？握起来那触感感觉起来就很灵巧。没错。哦，它的那个液晶屏幕，你看仪表板是液晶的，它有弧度的。对啊，它是做曲面的。它把它仿效成你在开模拟器，电动车就是跟它怕点灯的，你比它呢还是要忍耐一下，不要一直冲过去，很会跑是没错。这里还有一个音响屏幕哦，中间啊，这就是一般的中间屏幕，然后还有多选。有没有副驾那边？那几个了嘞？你看仪表板液晶屏幕，中间正常的屏幕，再一个副驾，再多选一个屏幕。副驾这屏幕60000多，这个提花也要选。这一定是提花的人在选的、啊。如果60000多跟这个也是60000多，好像跟车比较。跟车11000，跟车11000。没有便宜。这里有什么功能？就导航、听音乐的功能。就这样子啊、喔？不能追剧啊、喔？不行，这提花用的。来第四个萤幕，电动车就是这么多的萤幕啊，这个就是控制它的冷气、还有音乐啊、监听电话、等等。它要选一个那个2+1。我觉得这个怎么跟我讲说没用，我觉得有用可是我觉得就是座位很小。我觉得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2+1是3万。对，3万。我觉得这样子整个皮的感觉好像比那个高级一点点，因为刚才那个是一个塑胶盒，对，让你放东西。你东西也会撇来撇去的啊，那没什么用啊。这样子，你看你脚放这样子，也不会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在这边。对啦，就是会不会靠到那个硬硬的？对，手放也不会觉得说不舒服。可是我觉得台康
破旧真的只能做小孩子。压迫感以外，我因为它是斜背下来的，对啊对啊。可是我觉得它后座椅背有一点比较挺一点，提花啦，后座就等于你这个人把它设定为2+2的选用座位啦，这样子。你看后面真的完全是。他如果再做一个遮阳帘的话，我就不够了。对，而且他如果没选玻璃顶，就更不够了。你连一个前头都没有。哦、对啊，而且他的椅子到跑车式座椅，你看，其实你看这种浅色内装，就是那种线条，感觉起来就是说双色内装，蛮划算的啦。哎、欸，这个蓝真的拍起来要实车看起来这么漂亮，这个100+是多少？我看续航力，我们要不要叫你过来讲专业人呢？你听听，讲的都是谎言。5.4米，我觉得比较有点不准。变那种，变成那种拉力的时候，反正今天介绍配备，介绍就是这样子。因为外面下大雨，我没办法去实测一下它电动车的威力。我们明天好天气，我们再去试一下。我们要有互动吗？太快要没有电。对，买电车的人都会很担心的一件事情，里程焦虑。把一个2吨的车子刹下来，你觉得它刹车可以？它可以，要出比较大的力，它没有像宾士这样轻轻这样踩一下它就停下来，我觉得要踩的比较用力一点。所以它是做的比较重，还是因为它电池的关系，车子很重？电池的关系。而且啊，说真的，现在不是在市区超速多少，就会扣吧。60，其实高速和市区都是。平常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，你也没办法感受到它的不一样。对啊，因为你就是只能开得很慢。但我觉得保时捷迷应该会喜欢，真的是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以整体性来讲的话，这台车子还 OK 啦。虽然我自己个人没有那么喜欢，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好开，可是 CP 值还蛮高的。隔几拜？零拜。那个格子在哪里？OK， 我超棒。等好，我们就开始等它充电吧。OK， 我们进去喝咖啡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从停下来开始充到去里面坐着大概15分钟，那个小姐就有来跟我们说，已经充了差不多了，这样84%了。所以呢，速度是还可以的。其实很快，没有折返。回宏达了。好，今天好天气，我们准车主到了。因为昨天在拍的时候还没卖掉，就刚刚好拍完的时候就马上卖掉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试驾本来是要由我们的小林学妹出场，可是现在多了一位我们的准车主修哥啦。容易点，容易点，我会被观众打。本来是小林学妹，好，谢谢砸波的抽。爱气底下这台车，我把它塞给，你把它塞给，一个男人之间的大玩具啦，好不好？气快要进来，尴尬啊！观音山上见，它的所有的扭力在你踩下油门的时候就全随传随到啊，都给你的，全部都给。所以说你电车开习惯的人哈，忽然去开到油车哦，你会不习惯，会回不去啊，你会嗡嗡的感觉啊，哈。以后能不能做一个那种行动电源，就是可以带出去，也可以自给自足这样子啊？好像特斯拉是可以。自己插一条线就可以，但是充电的速度很慢。它这个车有选气压选调，所以它21寸的铝圈哈，不会有弹跳感，不会很硬。这个路其实算蛮差的，对，但是它的避震系统非常的好，有那个 Q 度在，底盘很安静。其实有时候用车哦，我们要看的是用车成本，而不是车价。像718，你的一年用车成本了不起，加保险税金大概在10万左右，因为它折旧很低，很保值。很低，对。所以其实你一个月10000块租一台718来开，其实比国产车还便宜，很划算呐、啊。所以买二手的718来开，其实是很划算。嗯，所以它现在价格也很高、啊，掉不太下来了。那一天我卖一台270几万，那新车也才300多万。对。2019年的3年了呢，你买270几万的人，你开一年来卖也是260几万。现在是入手保时捷的最好的时机点。时机点。说实在的，我的718我开3年还赚钱。我3年前买263万，然后开了3年，卖了278万。你好辛苦嘞！没料个倒坦，个倒坦呐！这个不能播出去。其实我关注宏达这个车行很久了，这个品牌非常的很有信任感。别家我可能不敢这样干啊，但是宏达两个字就值得我空姐了。对，先付个小弟，还好我手快，因为你刚好那一天你说要去吃饭没空啊，对啊对啊对，晚一点再来。我是先付完定金，吃完饭才来的。对对对对，空姐就先付定金就来了。当然，抢占市场商机是一样，我们做生意哦，看着对的时机，这个球。
冲了。你看到别人赚到了，你要进去来不及，来不及了啦。哦，我200多台车啦，我可能只有会这种情形的，可能不会超过2-3台。对，啊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买到了也是一个契机啊，你们要买的就是谁手快谁快啊，你们空觉的啦，付定金给我的啦，其实对我是比较没有优势的，因为你空觉我都要给留给你，你来了看的不喜欢。说实在，我定金我也是会还给你们啊，我也不会说为了那几万块，让它造成自己的那个评价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品牌很重要。对啊，哎，我这样一边开车一边聊天，真的很轻松哦，很轻松哎，你不会那样战战兢兢的，哎，真的真的，它方向盘不会让你觉得会飘的感觉，你看哦，这样就过了，有没有？可能电池重，它贴在地上的感觉，让你觉得很安稳的感觉，很厚实感。我觉得它真的可能真的有一点重，你看这样弯根本没有离心力，对，你有觉得就不会这样很飘很没离心力的感觉。这个车哦，这个颜色哦，你开到哪里有没有，绝对是注目的焦。嗯，所以那时候我网络上看到这个颜色，然后这个内装米色又是我喜欢，重点是它选配了71万，等于是在奢侈税门槛前都选了，对，达标，选到极致，选到极致，再多一块钱就要多30万。哎，对啊，选到极致以后，你看他回去又再花这一组铝圈，又120万又喷掉了。他选的非常好。对啊，哎，铝圈是后加的哦。保时捷在买二手车的时候，选配是一个缘分。有的时候客人就觉得他要的东西这一台没有，有的人注重那种。哦，什么安全的跟车啦，离离靠口的啊，有人注重就是这一些移花的东西，这两台车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像 Apple 这种的，就是要中规中矩的，所以他们穿着就是。他是时间还没到，哦，时间还没到，明年他就移花给你看。我也觉得嘞，我这他就问你，一哥，我的咖啡嘞？重心平生。一哥买车的三大要点。对。第一大要点选女生，第二个要价钱要优惠，第三点要有现车。我以为是第一个是女生，第二个是漂亮的女生，第三个要身材好的女生，好像有点道理哦。这个车多久才保养一次？表定是2年3万公里，它目前来讲3年都免牌照税、燃料税。对，这个是政府那边优惠的。因为它的刹车的系统是电能的回收，所以它的刹车这些来链碟盘可以耐用度可以到6年以上。这个是性能车很难做到的，这个是真的。如果那个一般的那种油车、性能车来讲，1-2万公里就要换就挂了，刹车皮、刹车盘就差不多了，几万块就花走了。对啊，这个车虽然车价稍微高一点，但它后续的养护成本，我觉得就比低很多。这个性能的车便宜太多太多。你看油钱就省多少钱了嘛？哦，啊，再来牌照税、燃料税又省多少钱嘛？对，啊，再来你的养护成本，你看，其实台湾很适合电车的发展，因为台湾。从南到北就是400多公里，对吧？那你只要随便有些充电站，其实都不怕，而且又快。其实台湾很小，你哪怕够了拖车叫来，都是半小时的事情。对啊，不过我相信现阶段的台抗的车主家里应该都不止一台车了。哦，对，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像你的，你看你718换这个，就感觉起来就真的不会感觉到说它里面内装啊。还是差很多，就是比较旧手啦。可是它这个又是新世代的电子产品啊。它这台车选配的这个蜡灰色的内装是蛮特别。对，大部分就浅，就是白色的嘛，然后嘛就是黑色的。黑色内装。这个蜡灰色它不会像黑色夏天很吸热，但是它又耐脏。我就喜欢它这种。对，蜡灰色。原车主也是很有水准。对，真的他在选配色的话，真的，而且他选的东西都真的是。提花型的，他很聪明，因为他也很清楚保时捷的 ACC 的这个自动驾驶，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办法做到，没有到很成熟，对，没有办法做到像特斯拉这样成熟，所以他干脆不要选。是这个路，你看哦，你真的刀切豆腐，对啊，因为行云流水，他这个真的是有没有？哎，我们这一部拍完，会不会保时捷请我们两个代言？有可能哦，这个你应该是主讲哦，不是三两三没有办法上观音山哦。哎，这个真的这种电车在山路真的哦，对，而且它的侧倾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不是少而已，是完全没有，坐的人不会不舒服。对啊，哎，我刚才切那么快，你看，对，我们坐
像718旁边的人有没有？大概这个跑个半小时下去，他就先吐了。如果我载 Apple 来，我一定开718的啊，他一下子就偏过来了。但我不能过去，但是你可以过来。你老婆有在看？我觉得他跟 B N W， 我因为我 i 三 i 八我开很多，有没有？尤其是 i 三，他的挡煞很严重哦。好，因为挡煞有的时候开不习惯那个挡煞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哎，顿顿就会觉得很怪，因为他刹得很突兀了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不会，我们还是要以开的感觉习惯舒服，对，舒服为原则。每个人的感官不一样，可是就我们自己的感官感觉，开起来它是好开啊。嗯，这个车开起来实在是太爽。好开呀、啊，很好开哦，这样很像老板载秘书出来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穿着有一点黑啊。那重点是他没有排挡杆，所以有时候习惯手会过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离心力不行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动画又跑过去了，警察叔叔来抓人了。这样就让你猜到我要再来一次，那我还有什么面子啊？他的转向有没有真的是非常的精准？其实他也将近五米的一台大车哎、欸，可是看起来就是对，很溜达啊，真的是转。方向盘转到哪里，它就过到哪里。嗯，而且方向盘没有什么阿索比那种感觉。对，很准，不会让你太轻的感觉，不会那种空空的感觉，很有安全感。嗯，因为我开习惯日系车，它的方向盘是偏轻，那它也这个女生开也没有问题、啊。我觉得这女生开没有问题。这种车来开是不是感觉起来就是？她才十八岁，你不要叫她开这么大的车。不会，我们这种都是从小训练起。一哥，那我要来上班了，我要来面试了。你这个我应该配头拉裤给你了，你出门就调一些女业务回来了。我专门培训女业务的，对，我要你回去把男的全部换掉，换成女的，我帮你培训一个月。老婆有在没在都一样，生小孩中，请勿打扰。他的组装品质很好。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特斯拉那种，没有那里里啦啦的。因为 Model 3我没有开过，可是听说 Model 3那种异音很多啊。Model X 就还好，比较不会有那么严重。可是 Model X 快是快啊，可是我觉得它还是看它做多少台，还是有一点笨笨的感觉啊。这个车买的太值得，太厉害，太厉害啊！你看车好开又保值，妥善率又好。以前的观念，保时捷都是上千万嘛，啊，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很有钱才开得起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车一年来折二三十万、三四十万，平均你说三万块租它一个月，对啊。重点是再把牌照税、燃料税、油钱扣一扣，保养费扣一扣，其实我说真的啦，比双 B 还要便宜。对啊，不是说车不好，它的品牌形象让人家认定就是觉得它比双 B 再高一阶。对，就像我们当初卖的那个 Macan 跟 GLC X3一样意思，其实三台都一样钱啊。嗯，可是你保时捷钥匙丢出去，感觉起来就是更高一阶、啊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像我718开三年没有修理过啊。对啊，只有保养费。所以我说保时捷不知道怎样妥善率。好很多，可是它跟奥迪福斯比较起来，虽然他们姐妹车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呢。这我也是很纳闷。其实这个车，我现在我这样子开起来，操控的质感就像是一台四门的718的感受。嗯，它在过弯的时候的那个精准度，完全不像是一台五米的这个大车。重点是你可以四个人一起享受跑车的感觉。对，那个修哥也那个做医美，也有做那一些产品，哎、欸，请人代言的。哎、欸，刚才送我两盒那个科技燕窝，很厉害、欸。你要到时候帮我们上一下那科技燕窝。李老板，那个现在看到 Olay 越来越多了，没有？那个吃的再不行，他就叫我去他们公司的。吃的不行就用打的。打了不行，就是送一个那个来，送一个来一个来，怎么没有卖灵骨塔？滋阴补阳的，真的送灵骨塔，你好好喝，帮我见证一下，明年可以卖到20亿。我明年请你来代言，因为本来是找林志颖代言，啊，现在林志颖的不话都代言，这他妈需要修养一下，好不好？拍谁？我们这边几年，我打林志颖，我林宝代言马卡了，马卡哦。吃完你下次看到我拍影片，就是后面坐三个女生的，整个那种。你老婆有在看？笑，为了养家活口没办法啊，我耍耍嘴皮而已。男人的嘴，骗男的拐。我说这广告拍大了。秀哥很开心，我们试完车回来了，太爽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试车的结果满意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看到这个还没有烤漆了，卡前没有烤漆，我自己看不过去。我说秀哥，我送你烤
七一台份，对吧？我们把它直接升级为同色的好了，好不好？会比较好看，不要红色的，我觉得同色的比较好看，好不好？秋哥也带来这个补品来送我，谢老板送我卡钱，我送他燕窝，喝去燕窝。哎，我来看他看什么的哦。那个燕窝小姐，我下一次就把林心如换掉，换成他，换 Apple， 好吧？你刚才不是要换我？马上变心，你是代言马卡啊、哦？我是代言马，我都爱马卡，你都爱燕窝。好了，恭喜秀哥，赶快，我们的恭喜我秀哥一个准新车主抬杠先生，要买燕窝的找秀哥，还要估车的找我们上我们家少文，好不好？赶快一样，帮我们还是很缺车。Q R code 在这边，赶快帮我们加观众当粉丝袋。如果有什么照片跟洗照，我们就可以马上估车好。对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他们等着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试喝一下，很好喝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有变年轻的感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要干了哦。干了。酸酸甜甜的，可以再喝一包吗？天啊，等一下一个回来就被喝完了。科技燕窝，金透美颜，青春润泽。我喝完脸都变苹果了。你喝酒的时候也可以。突然就被，哇靠！少了一半。怎么？不用喝那么快吗？养颜美容，养颜美容之类的。啊，为什么阿刚会吸成这样？我不知道。怎么样 ？OK 啊，味道不错。各位观众啊，你哥已经看到这。阿妹甲我订阅落去，你刚才你搁咧看，敢无够意思啦？我听伊讲，我听到要吐血，讲实在，赶快，我已经贵早上九点搞到现在凌晨一点了，冲向十万订阅，有你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真的公车专线找少恩，好，订阅专线动动你的小指头，好，我们赶快，每周三五日更新，对，真的很奋发向上，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拼了，拼了，拜拜。拜拜